your eyes. Get some rest. I'm by your side. Lay your head on my chest.是鲁特。昨天我们把 KTM 1290 Super Adventure S 从台东的富冈渔港运到了兰屿的开元港，顺便体验了一下兰屿最纯粹的辽阔。今天我们也准备用摩托车尽可能的跑遍整个兰屿。这么暗，可是那只鸡已经叫成这样了。现在时间早上的4点多，4:40而已。谁他妈在说我看不到日出日落？我们等一下去爬一个小山，然后爬完那座山之后呢，我们就要去看日出了。在那个山顶上面直接给他看日出，看起来。你可能会觉得说，现在4:40看什么日出？应该是看不到东西吧？没有，我们就是要那么早，因为我们很有可能会爬不上去。等一下就出发，距离。往这边不远的地方，好不好？哥，一早的4点多，天都还没亮，我们已经起床了。从台东的海平面民宿，一直到今天的兰屿，也算是我个人的一个壮举了啦。连两天都起了个大早，在狗狗还有公鸡的陪伴下，准备出发去看日出了。从我们住的背包客栈出发，车程只要短短的不到1分钟，我们就可以到入口了。而追日出嘛，就需要摸黑，稍微走一点小路。乳头山位于东青部落，又叫奶头山。顾名思义，这座山的形状长得很像奶头。当天我不管是在山下还是山上，一直试着把它跟乳头联想在一起，但是看来看去，可能是我自己的想象力不够丰富啦，我还是没办法把它们联想在一起。通往山顶的路不难走，但也不到轻松，某些阶梯是需要我们的脚垂直往上迈步的大阶梯。从山下到山顶的路程，以我这个健行菜鸡来说，应该走了20几分钟才抵达山顶。即使太阳还没起床，周围的环境还是暗的，但还是可以看见周围部落的星火点点。经过了大概20分钟，我们终于来到了山顶。这里的视野很开阔，往前看是一望无际等待主角出现的大海，往右望则是东青部落，各种五颜六色的房子集中在岸边，视野顺着翠绿的山峦一路往左则是野营部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前方有两座小山，其中一座山顶
已经被一群山羊占领了。山羊在达悟族人的眼中是财富的象征，只有在岁时记忆的时候才会变成盘中羊肉，平时都是放羊在岛上四处乱跑，成为蓝屿的不定时红绿灯。同时兼具行动除草机的功能，看似自由自在的到处跑来跑去，但耳朵上的家族记号说明他们实际上都是有主人的。如果大家有到蓝屿骑车，也要记得礼让山羊，不要让它被吓到了，不然山羊受到了惊吓是很有可能会去冲撞摩托车的。在山羊以及这一片辽阔风景的陪伴下，我们很幸运的在登上了山顶之后的五分钟等到了太阳公公的身影。来到了乳猴山，这里呢是我们的秘密基地。然后我们穿越了一大片的树林，因为刚刚凌晨的时候啊，四点多那时候天色真的太暗了，所以我没办法拍到完整的画面。不然走出来呢，就是我们的海了，非常的赞。这位现在在认真的飞空拍机，甚至一秒都不能停欸。在蓝屿这么美丽的地方，能看日出的地点当然不会只有乳头山。在我们这一趟四天三夜的旅程中，我们还顺道走了一趟中横公路，前往位在红头部落与野营部落中间的蓝屿气象站。东八一中横公路把蓝屿划分成了两半，从地图上来看，它从这座岛上最狭窄的地方用 3.9 公里的距离翻过整座山脉，到达另外一端，连接了西岸的红头部落与东岸的野营部落，让骑摩托车在蓝屿旅行除了环岛之外，对于行程的安排上可以更加的丰富还有弹性。一进入中横公路就没有任何转环的余地了，直接开始一路陡上坡。中横上有着多变的山海景观，你可以从很多发夹弯中同时看见山海，不仅能和山林美景有更亲密的接触，沿途放羊的山羊更是让我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受更加强烈。行驶在东八一中横公路上，因为蓝屿物资的匮乏，所以当初道路修建的时候就没有铺设柏油，反而用水泥铺装来减少需要维修的次数。而既然连柏油都不铺了，路灯这么奢侈的东西在东八一上当然也是看不到的，晚上骑在这边还是需要多多留心周遭。水泥铺装的路面大致上只会有两种状况，陡上还有陡下。随着发夹弯，我们也即将遁入蓝屿的山林。一路陡上，我们陡到了 2K， 这里也是中横公路的小支线。除了乳头山的日出，这一条支线也是我们准备前往蓝屿气象站看日出的必经之路。而虽然是必经之路，但是入口处还是很贴心的跟你说，山路陡峭，容易摔车，步行20分钟保安康。 KTM 1290 Super Adventure S 科技老橘白，有着大量的电控系统、 TCS 循迹、弯道 ABS， 其实我是蛮有信心可以骑上去的啊，但还是想说来到这里还是要遵守一下规矩嘛，所以最后决定把车给他停在中横上，听他的，步行20分钟保安康，走到气象站上。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前往蓝屿的话还是要遵守当地的规矩。最后这个告示牌的20分钟，鲁特是觉得参考参考就好了啊，因为我们走了应该超过半个小时才到吧。后面的 view 啊，走到中间的时候后面的 view 其实也蛮棒的。
我怎么觉得是超过20分钟的？他可能把线拉直都20分钟了，他们有算到这个是上坡。感觉拐了这个弯之后应该就到了，通往中央气象站最后一里路。这个坡真的有点陡啊，骑摩托车骑阿福的话是一定可以啊，可是这边呢，在最下面的时候，那边有标志说尽量采用步行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很乖，听从当地的标志，我没有硬闯，可是我们走得很喘，虽然没有硬闯，蓝雨这边是蓝雨的西边，这边是蓝雨的东边，这个就是中央山脉，把蓝雨分成左右两边。目前看到的风景是东边多一点，这边是野营部落、冬青部落那边。西边呢，看到的少一点。中央气象站，可是还是有人把摩托车骑上来。好了，这里有一个停车场了，这是人家洽公专用。好了，所以不管怎样都不要骑上来好了，比较安全。到这里呢，你就要停车了。Stop， 停。这个弯的坡度有点大。我们终于走到蓝雨气象站。没错，我已经快乐死了，东西太多又太重了。The birds fly south as the light go。海拔324公尺的蓝雨气象站是日治时期的建筑，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被美军轰炸，主体建筑在修复了之后，成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白色外观。而部分未修复的建筑也特地保存了下来，让我们可以一探最初建造时的模样。位在制高点的360度无敌风景，可以同时看见西岸的红头部落八代湾，东岸的东青部落东青湾野营部落。不只可以看日出，还可以在晚上的时候来这里观星拍银河。蓝屿是台湾在最东边的小岛，在这里可以与太阳来一场每日初见面，迎接第一道曙光。到蓝屿是绝对要体验过一次那一种等待太阳从海平线冒出来的那一刻的感动的。我都起得来了，大家一定也可以的。用乳头山还有蓝屿气象站的日出作为我们在蓝屿的开始。昨天因为刚从台东来到这座小岛，接着就开始参观地下屋、滑平板舟、夜巡嘟嘟雾，心思可以说是都放在蓝屿的人事物。车真的骑得比较少一点，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准备以东青部落作为起点，逆时针骑着 KTM 1290 Super Adventure S 还有 Duke 250开始我们的环岛之旅。东巴陵环岛公路沿着蜿蜒曲折的海岸线，用36公里的距离，把面积45平方公里的蓝屿完整的包覆了起来，串联起了六大部落，形成了与众不同的人文地理、独树一格的海洋文化。而在这其中，当然少不了各种忘形生意的岩块。沿着东巴陵从东青部落出发之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视野从这里一瞬间开阔了起来。接着你可以看见神奇的大自然，就像在玩粘土一样，把海底火山喷发后形成的坚硬级岩块，一点一点的塑造成了大型石雕艺术。东青与狼岛这两个部落约定好了，用两头狮子来作为部落与部落间的分界线。双狮岩位于蓝屿的东北角，远远望过去就像是两只狮子含情脉脉的相望。而这两只狮子据说一只是公的，一只是母的。我是不知道哪一只是公的，哪一只是母的啦，
只是很赞叹想到双狮岩这个名字的人，还不忘让他们成双成对。东青还有狼岛部落的分界线，这里就是双狮岩。我们环岛第一站呢，来到了兰屿的双狮岩，现在准备要走下去。可以看见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应该是因为大家都太怕晒了。只有我们不怕晒，没有擦防晒乳，也没有戴袖套。兰屿今天的天气非常好，非常的舒服，浪好像稍微比昨天再大一点点吧。没关系，我们现在就准备走下去。据说要非常小心，因为下面是珊瑚礁岩。从我们的影子就看得到呢，现在太阳真的很大。这个就是月球表面啊。对。那凹洞这样子，像月球的那个哦。实际亲临现场，双狮离我们有一大段的距离，正逢退潮时刻，所以我们决定往下走，更靠近狮子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走在这个布满珊瑚礁的海岸上，还可以看见匍匐在地面上的几株植物——马鞍藤。这一片向四面拓展的蔓生草本植物，可以在寒岩的环境中生长，除了点缀了这一片蔚蓝的海，也让原本的月球表面多了一点生气，成为了这一片海岸的守护者。穿拖鞋的好处，这里还有一个这个洗面乳、洗衣巾，看就知道是外国的。对，飘来这边的、啊，那个是台风的时候飘来的。对啊，东南亚的，对，看起来就东南亚口味的。现在变这样，你们弄？这是以前珊瑚，你看这石头，哦，这石头，这石头他妈超尖的哎、欸。我这样手过来，哦，这是珊瑚吗？就是啊，这是长出来的树，古老树。啊、哦，你说这个？对，对啊，长在上面的、啊，超危险的这个石头。对，这投过去的话，可能就流血。越靠近双狮岩，越是觉得在这里的生态真的蛮丰富的。清澈沿岸，即使海水淹过了珊瑚礁岩，还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整个珊瑚礁岩组成的地形。而如果来到这里，千万不要只顾着前面这两头狮子。在靠近双狮的时候，回头往蓝屿看去，也是很有感觉的。现在小弟来到了双狮岩的正下方了。我觉得啊，从环岛公路上看过来呢，才看得出来它是狮子的样子。当我们走到它正下方的时候呢，完全看不出来它是狮子的样子。左边这个比较像啦，眼睛在这里，然后只有一个嘴巴，然后还有一个耳朵。可是右边这只呢，完全长得完全不像。那如果你有走过来这边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适时的往回头看。哇，我觉得蓝屿啊，它的这个山脉真的特别的不一样，因为应该是因为它是火山喷发形成的，所以它的这个山势呢特别的险峻，跟我们这个台湾的山呢感觉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是花莲那种清水断崖，有没有？它直接到海底的那一种。但是下来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接到一个很像平原，所以这些达悟族的族人啊，还有兰屿的居民啊，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呢，昨天我们在导览的时候有听到那个教练跟我们说，就是兰屿人他们开发主要是开发在山脚下到海边的这一块区域，山上呢他们是完全没有开发的。那我觉得这也不错啦，算是也给兰屿保留了一个非常完整、非常完善、非常原始的一个生态。像我们昨天去的那个哦，那真的就是非常原始、味道很重的一个森林。我个人是觉得，虽然是在晚上去，可是我还蛮喜欢那边的氛围的。然后还看到了三只脚鸮，非常的幸运，天气之子来到这边。谁他妈再说我是雨神试试看好不好？天气真的非常好啊，很热，完全没有雨好吗？这一次很屌高的，选了一个接近正中午的时段来，所以我们当天几乎算是包场了。双狮岩不止在白天的时候漂亮，没有光害的环境，晚上还可以来这里拍星空、银河。但鲁特觉得在日出的时刻来可能会更好一点，天气不会这么热，又能看见双狮与太阳共舞的样子。各位朋友，现在我们差不多结束我们在这个双狮岩的行程了。其实我们就是走进来，然后逛逛看看。我们虽然来到这边的时候呢，跟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时间。现在大太阳来到这边，热归热，但是总比下雨好，真的也蛮漂亮的。经过了双狮岩之后，也代表着我们进入了狼岛部落。
狼岛作为兰屿部落中领域面积最大的一个部落，居住的腹地宽广，地势平坦，拥有广大的潮间带以及海域。在公路还没有开通之前，狼岛部落是东青和野游部落居民的必经之地，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在此往返，而狼岛部落居民逢人就会热情的打招呼，也因为这个热情的行为，所以也让狼岛部落被称为有礼貌部落。狼岛分为上部落以及下部落，下部落目前是老人家的居住地，上部落则是政府新建的国宅，目前也是年轻人的居住地，跟野营旧部落相仿，也是传统地下屋与现代水泥房屋两种世代的对比。出发兰屿之前，我其实在网络上做了蛮多功课的，最后我发现在这座美丽的岛上流传了很多神秘的传说还有禁忌，祖灵、鬼魂、恶灵、诅咒，这些词汇真的很常出现在各种文献资料中，像是飞鱼祭时的捕鱼禁忌，这是原本想要去爬但是因为人数不够没有成型的大天池，昨天的嘟嘟雾，以及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五孔洞也是其中之一。五孔洞是个位在狼岛部落附近的典型巨型海石洞，这里的地盘受到板块挤压快速上升露出海面了之后，紧接着受到了强烈的东北季风影响，保留了海岸升起的痕迹以及过程，岩壁上还可以看到风化的珊瑚礁石。而五孔洞顾名思义，在这里有着五个巨大的海石洞，高度目测应该是超过五六层楼啦，每个洞都有着自己的名字，雅美人把这里称为恶灵之窝，是个妇女小孩不宜久留的禁地。这里已经太暗了，哎、欸，有通啊，有通啊，这里面下大雨，你看，看里面真的下大雨，拍不到。里面下大雨，而这五个巨大的海石洞据说之前是可以互通的，不过目前只剩下第三孔和第四孔是可以互通的。哎、欸，我真的是天气之子，哎，我都没被滴到，哎，过来连水都下不来。对啊，我完全没被滴到，太扯了，啊，吓死我！不要盯我就好。我们走出来了，这是另五孔洞的另外一洞。这边有石头堆叠起来的东西，这里有一个十字架，哦，这里有十字架，对，是他们祷告的地方。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五孔洞，我们刚才从另外一洞走进去，从那边呢走了出来，那边看起来是感觉是有人在清理的啦，所以他把中间那个石头啊全部往旁边拉了，然后我们就走中间的沙地走出来，这边就有一个十字架，有点像教堂或者是教会的地方，教堂教会的地方啊，对，十字架代表着兰屿达悟族人的信仰。在这里有九成的族人信仰着基督教，从昨天开始在来到了岛上之后，其实可以看到很多教堂还有十字架，甚至还有一个凉亭就是以神父的名字命名的，所以在五孔洞周围的十字架也是代表着他们在户外祈祷的地方。盖外面啊晒太阳，我是晒到你看全身都是湿的，一走进来之后全身舒爽，这个应该是山泉水，滴起来非常的暖嫩，非常的舒服，滑嫩顺口，对，然后等一下我要走出去面对现实了，不过幸好在五孔洞这边，我们刚才为了买喝的，因为真的太热了，所以我们刚才为了买喝的，我们还骑进狼岛部落，差点迷路，然后结果狼岛部落里面什么都没有，连喝的都没有，对，连喝的都没有，一罐水都买不到，很可惜。不过在这个五孔洞这边，来镜头 tag 我们那台车，这一台车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等一下我们就准备要去来买杯咖啡喝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终于拿到我的咖啡了。YouTube 上面这样，对，然后给大家看这样。
YouTube。对。谁是你们的 YouTuber？ 我叫什么？我叫鲁特。鲁特，对。啊，两个 O， 两个 O。对，二。哦，第一个。哦，对，这个。哇哦。对。你的意思是说你的车可以放在这边让我骑的意思？我可以去帮你问问看，可是我不确定可不可以。在地蓝屿导游骑重机带你导览，是不是还哪一天还可以载美女？对呀、啊，多好啊！欢迎美女这里。对啊，不行了，已经结婚了。对啊，對哇啊，那不行。不行。那载老婆。不上周刊的话可以带啊。哦，不上啊。我回去会听你的 podcast 的好不好？因为我要介绍蓝屿。老板人非常好，赞。感谢你，很开心认识你。拜拜。高兴认识。对，谢谢，拜拜。我觉得蓝屿人真的都超热情的。对，就是他们有点，我觉得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会有点腼腆啊，看到我们的时候有点腼腆。可是当我们话比较多一点的时候，跟他聊个天，讲个几句话，他就会开始慢慢解放，对，就是逐渐解放，他发挥起来不会输你平常讲干话的。对，他讲干话真的超屌的，一长串啪啦啪啦就是讲出来了。对，而且他不会想说跟你有什么做你的生意，感觉你是客人怎么样，对，他感觉是把每个人都是当准备在跟你交朋友，对，交朋友，对，他不是把你当客人。我超喜欢这种感觉，就是跟带观众去洗车是一样的，就是交朋友，好不好？对 ，Go。直接靠上去。我们来蓝屿以车会友。修关呐、啊！修关呐！嘿呀、啊！大什么？如果我一起上车，我的人全部都会改变。你跟那个本田一样、哦，你就是本田，是不是？对对 对，你会这样骑上来，然后在上面这样在这边回转这样。你懂。哎、欸，你会不会骑到这边，然后还车还我，然后还在那边？不会啊，我怎么感觉？还是你会从下面海上面骑上来这样？好，真的要骑一下。哎，骑一下哈，受不了了哈，受不了哈。我真的很感谢这位大哥在五孔洞卖咖啡，因为当天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热。我都已经快蒸发了，但是有了他的冰咖啡，让我的全身得到了纾解，所以我们也开始畅聊了起来。从他的摊位聊到他的 podcast， 再一路聊到我们骑过来的车。好的。最后，我决定展现我的感激之情，让他试一试 KTM 1290 Super Adventure S。蓝屿在西元1967年才解除山地管制。3年后的1970年，这个数千年来疑似独立的小岛才真正的向外界开放，观光客开始进入蓝屿。直到这个时候，岛屿族人才开始与主流社会有所接触，至今才刚刚超过50年，算不上太长的时间啦。所以在我还没有来到蓝屿的时候，老实说是有听过蛮多有关当地人排外的事件的，但是我觉得以我这一次来到蓝屿当地的情况，这样的现象真的可以说是没有的。从这几天的接触下来，以平等、同理、尊重的态度出发，用交朋友的心去面对他们，我想以他们热情的程度，一定会以一个比我们更友善的心来面对我们的。在蓝屿的几天里，如果你真的要我挑出一段我觉得最美的地方，那在离开了五孔洞之后，环岛公路在这里会从沿着海岸线弯弯曲曲的形状，一瞬间拉直，变成了这一段长约700公尺的笔直公路。公路的尽头是一座高耸的山，公路两侧一边是海，一边则是更高耸的山。而这里在 Google 地图上的名字椰子区真的很蓝屿。当下骑到这里，我的脑海中其实是没有任何想法的，完完全全就只是在放空。这里也只想跟大家分享，
亲临现场的感觉绝对比现在在荧幕中看到的景色更加震撼以及感动。到了这里，我也只想说，把车运过来真的非常值得啊。红头岩是狼岛部落与野游部落的分界，经过了这个真的长得很像人头的岩壁之后，我们也进入了野游部落。而野游部落给我们的第一个美景就是这两个大岩壁共同围出一片湛蓝色的天空还有大海，有人把这里称为兰屿最美的三角形，算是兰屿最具代表性的其中一个景点了。如果你有完整的环岛一圈，你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因为它就在环岛公路上，你真的很难不去发现它。其实我觉得在兰屿骑车 CP 值真的蛮高的，既没有澎湖那么的现代化，也没有像小琉球的路幅那么狭窄，景点都是直接出现在公路上，连路边都不用，就是骑着骑着，哎，这里好像就是一个景点了，然后就到了。很多人都说兰屿是一个很浪漫惬意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我会很不自觉的用一种漫游的方式，比自己平常骑车的速度还要更慢，边骑车眼睛边搜寻四周，不靠导航，单纯就是靠自己的眼睛还有想象力来发掘身边的大自然石雕艺术。我们现在终于要上去我们的兰屿旧灯塔了，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首先呢，这个楼梯非常多羊大便，可是我个人是崇尚自然啊，我觉得没差，就随便。因为你穿布鞋，你知道吗？你也穿布鞋啊，所以不怕。我觉得啊，走在这个楼梯上可以看到整个开元港，越往上走呢，越是感觉到那个海水的清澈。哇，兰屿兰真的不简单。其实这条路不会很难走，算蛮平的阶梯。走上来视野会变得逐渐变好，沿途有一点这个我也不知道算是什么植物，哎、欸，平头，平头、啊，对，好像是会出现在我去骑越野车的地方，我也不知道说它现在会长在这边，好像是南部比较会有，然后那个呢就是馒头岩的吧，对，哇 ，view 真的很好啊，哇，好棒哦，好棒的地方，走到最后一层，这里就是我们兰屿旧灯塔，目前它已经荒废没有在使用了。这个灯塔是旧的，新的灯塔在遥远的那一方。当我们搭着船从台东或是后壁湖抵达兰屿之后，第一眼看到的除了开元港，还会有这个白色的小灯塔，兰屿旧灯塔，就位在我们昨天搭船过来的旧开元港旁边。之所以旧，是因为目前已经有一个新灯塔了，也就是昨天我们前往路程中那个牵车还牵得非常开心的兰屿灯塔，比起那个在制高点需要翻山越岭的新灯塔，这个顺着岩壁搭建的阶梯也让旧灯塔真的轻松许多，走大概不到五分钟就可以亲近它了。高度不高，但是景色已经足够让我们着迷，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拍都很美。而在兰屿的旧灯塔旁边，就是这个在整个兰屿只有一间的中友兰屿站，营业时间从早上的七点到晚上九点。在兰屿骑车油量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因为环岛一圈超过30公里，之前也听说有发生过骑着骑着太忘我，忘了加油，结果车就这样卡在东青部落的窘境。所以一般的速可达只要来到野游部落，第一件事还是低头看一下油表吧。而在这里也只有95还有柴油，油价的话据说比台湾本岛便宜一点，但是我当天是没有特别注意啦，因为这次骑的 KTM 190 Super Adventure S 油箱容量足足23公升，所以在这一趟里面油量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不是太大的问题啊。整趟行程从台中出发到台东，再从台东到兰屿，最后再骑回台中，
我也只加两次油而已，所以在中油兰屿站这边，我也算是来解个离岛加油的成就，加身体健康的啦。离开了加油站之后，我们也算是进入了野游部落的中心了。环岛公路到了这里，路幅会稍微缩小一些，也会有一点上坡，所以时常也会看到有人在这里倒车。野游部落是兰屿六个部落中居住人口最多，同时最热闹、生活机能最好的地方，因为每个礼拜停靠在开源港的船只，都运载了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资。所以这里的农会超市前也会自然的形成一个小型市集。昨天参观地下屋的时候，周大哥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大海是兰屿人的冰箱。在结束了这趟旅程之后，我稍微研究了一下，发现这是一句谚语。下一句则是：芋头田是兰屿人的谷仓。而也有另外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海是男人的田，田是女人的海。一片又一片的水域田，在经过野游部落之后，会不断的出现在环岛公路的两边。芋头曾经是兰屿人的主食，在农作物生长条件极度严苛的兰屿，同一块田中就会有超过12种不同品种的芋头。除了是充满特色的在地美食，更是达悟族重要的文化产物。经过了野游溪，我们离开了野游部落。从这边开始，我们也进入了渔人部落。渔人部落位在兰屿的南方。如果说在野游部落开源港是兰屿在海上的交通要塞，那渔人部落里的兰屿航空站就是兰屿的空中要塞。当天我们在航空站看到了这一台停在跑道旁的 DCH-6-400 双螺旋桨小飞机，一次承载人数19人，来往台东兰屿只要25分钟就可以抵达了。虽然只是一台小型飞机，但是那一种直接在我们眼前起飞的景象，到现在还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骑着骑着，从水域田一路看到了小飞机，肚子也饿了。其实这一趟兰屿，我们对吃真的不是说到一定要去吃什么店什么店，几乎吃什么都是凭着感觉，看到什么就吃什么。来到渔人部落，也很临时的决定，就直接到环岛公路旁的这一间漂流木餐厅吃个午餐。老实说，我们真的算是误打误撞啦，刚好骑到了这里，肚子就饿了，然后就想说吃个饭。结果没想到这间餐厅真的让我非常喜欢，菜单就是超大片厚厚的纸板直接来。在漂流木有很多有在地特色的餐点，中西合并的意大利面、奶油飞鱼软炖饭、现打水果冰沙，还可以接受的中价位，加上这种中西合并的口味，真的没想到误打误撞让我们吃了非常满足的一顿午餐。而除了吃的，在漂流木的服务人员竟然还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中午吃午餐遇到一位打工换宿的帅哥，而且证明他是真的有买衣服的哦。你看，在本岛抱不到带观众去骑车，我们在兰屿带观众去骑车，没错。我们来拍照，拍照，太巧了，太巧了。吃饱喝足，我们离开了渔人部落，来到了红头部落。兰屿是飞鱼的故乡，而红头部落则是飞鱼传说的起源。每一年的飞鱼季也是从八代湾这里开始的。这里有着绵延 1.5 公里的沙滩，红头溪在这边注入太平洋，让八代湾这里的鱼量丰富，成为了红头部落居民维持生计的主要经济来源。又是铁杆，多会追这个狗。稳稳芋头冰也在环岛公路上面，真的是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决定来吃个有水芋田里种植，接着手工制成的芋头冰。刻完漂流木，吃完芋头冰，接下来我们很有默契的异口同声，找个凉亭坐一下好了。来到这里就是会不自觉的放松脚步，在八代湾旁边的凉亭静静的坐了下来。
在这里我们也坐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接下来也准备继续启程了。过了红头部落之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进入的算是兰屿最悲伤的地方。离开红头部落，从这里开始一直到野营部落，没有什么店家，人烟也会变得越来越少，只剩来往野营部落还有红头部落的游客。会说这里是最悲伤的地方，就需要从龙门港开始说起。我们这一趟玩水的行程，因为当天的风浪比较大，所以更改了地点，来到了龙门港。各位观众，我们在兰屿。龙门港在兰屿在地人的口中，这里是他们的祖先当初最先踏上这块土地的地点，代表着达悟族文化开端。清澈见底的湛蓝海域看起来极度的不真实，让我一度直呼太夸张。而在这一幅美如油画的风景当中，却存在着一点哀愁。西元1982年，核废料储存厂启用了，为了更方便的运送核废料，龙门港也因此被修建了出来。欸，昨天核废料他说是他骗他们盖的，是真的骗吗？不是说骗，就以前那个年代，岛上没有那么多年轻人，都已经剩下老人家了。台电就是说啊，我们可能会发原本的计划，就写说我们要在这边发展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对，然后讲一讲，讲了几年之后啊，那个岛上居民同意嘛，就给他签字啊，然后就说啊，计划改变，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莫名的就开始盖核废料储存厂，大家才开始意识到说哦，这个怎么这么严重的事情，这么严重的事情怎么这么简单就被那个同意通过？他们一直强力的去推啊，就不顾反对声音。对。这个看似简单淳朴的小港口，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也因为现代医学以及科技迅速的发展，而衍生出的低放射性核废料存放问题，存储量来到了将近10万桶。当储存厂的壕沟量已经无法再承受更多的时候，龙门港也结束了它原本的任务。海一样的清澈透明，港湾依旧美妙淳朴。但是在不远处的土地承载着的，已经不是原本那份原有的达悟文化了。各位观众，我虚脱了。这次 SUP 很感谢小豪教练的带领，除了让我们划出龙门港，还让我们体验跳港。结束之后，还带我们到龙门港附近的小水池冲淡水。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水池，据说流出来的水都是山泉水，也让我们才刚泡完海水，就又可以用比海水更冰的山泉水简单的冲个澡。又到了日落时刻，在兰屿的日落总是让我觉得特别的矛盾，总想着夕阳赶快出现，是因为在兰屿的夕阳真的很纯。相反的，夕阳的出现也代表着今天即将来到了尾声，还是会想到哪时候要回去，就会有点感伤啦。感伤归感伤，在兰屿的日子，我觉得好像不需要太在意现在是几点几分，几月几号，太阳、月亮、星星以及周围环境的颜色变化，就会告诉你在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其实有没有看到夕阳对我来说倒不是太重要的事情啊，因为光是这一大片的草原还有一望无际的海洋就足够无敌了。这就是我在这个岛上的4天，除了日出日落、涨潮退潮，我看到的更多的是达悟族的人文，
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信守着老祖宗千百年来留下的禁忌。其实禁忌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禁忌让兰屿的海洋资源足够族人长长久久的在此生活，禁忌让族人知道大自然的威力，让族人可以用更加谦卑的心去应对大自然。反观现在我们自称文明又进步的都市人，还不比恬淡率真的原住民知道如何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真理。准备搭船回台东的那天早上，太阳一样升起，海浪一样拍打着岸边，平板舟同样的在娃娃上航行，希望下次我再来兰屿的时候，它依旧维持着现在的样貌。我们又迎来这最后一刻，我们要跟准备跟兰屿分离了。我们等一下要去搭船，虽然还没搭船啊，我们现在时间大概12点而已，然后我们的船是下午3点的，所以我们大概2点半就要到港口，所以我们等一下还有2个小时可以好好跟这片土地说声再见。我们虽然是现在人要上船，但是我们的车是明天早上的时候才会上船，然后大概到明天下午5点的时候才会到台东，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台东再住一晚，算是小小的缓冲吧，也非常棒，好不好？各位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接近3点整了，然后我们刚把我们的车停好，两台车，今天当兄弟，因为呢，我们等一下呢是要先坐船回去，车的话明天才会到。1290，拜拜。明天再来接你。20 Duke， 拜拜。明天再来接你。哎呦，一直有地震是怎样啊？傻眼欸。哇，哎、欸，他12分钟前才一个，现在又一个欸。最近地震真的是蛮频繁的，大家出门在外也要注意安全，好不好？玩得愉快呢，也要玩得安全。他终于可以回家了，我等一下就是很开心。我等一下就是回家了。对，哎，我等一下到。哎、欸，你等一下到那边就是到家了。对啊，就到家了。我看你隔、啊、你家好远哦，你隔着一个西太平洋而已耶。我隔着一个西太平洋，还有中央山脉，还有阿里山山脉。对啊，好远哦，还有玉山山脉，干。搭船啊！随着金星八号驶出开元港，我们这趟兰屿也算是画下了句点。把车运过去兰屿，我觉得还是有几件事是需要注意的。首先是移动日，因为从台中出发，在前一天就必须要运车过去，所以要提前一天出发；而在最后一天，则是需要多等一天，车子才会回到富冈渔港。这一来一回，整趟旅程就要加上2天了。时间的安排上还是需要多加注意。而回程，海面就不像我们来的时候那么的平静了。因为地震的关系，长浪不停的出现，所以这个船，如果你真的是很容易头晕的那种体质的话，就建议还是吃个晕车药啦。因为在回程的当天，坐在我们后方的游客就吐到一个不行。兰屿看起来很近，但是在出发了之后却是一个遥远的距离。就算我们事先预定了船票，但也会因为天候因素需要延期，甚至无法成行。把车运过去很贵，很耗时间，但是岛上的一切让我觉得非常的值得。身为台湾人，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而身为骑士，一辈子则是一定要把车运过去骑一次。兰屿除了山地、海洋、动物，还要加上人文，才算完整。Your eyes get some rest. I'm by your side. Lay your head on my chest. I know you've had a really bad day.It's gonna be okay. The world could fall down and it's gonna be okay. The sun could go out and we're gonna be okay. If all the blue skies ain't too gray, we're gonna be okay.
刚刚买在手上的。哎、欸，超像哎、欸！看什么是像？你在乱讲话，不像啊！哎、欸，他看起来超凶的。不会，因为他龅牙要厚道。对对，这个我们打草哥的工具就在这边，负责打草。打草哥可能去看夕阳。对，他可能去看夕阳，等一下才会回来继续打。然后安静了一下，磨牙打呼，大声吗？大声啊！真的假的？就像那个手指在刮黑板那样。最近近期听到都是这样小声小声。哦，最近有听到这么大声就你了。你都不知道我已经磨到快变成哈杯冷气了。各位观众，我们在啊、哦、不是啊，我们在中央气象站的一半。阿鹏哥，我没有想你了。对。你最近出片开始要提及你了，对他开始要那个了。大鹏哥快出现吧，我要帮你拍帅照。对，真真说他要帮你拍帅照，什么时候找出来啊？就到这边结束哦。如果看完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我是鲁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